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三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在讲解中，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39题，让我们一起来看题。How much longer is the pencil than the paper clip？我们看到这里有一把尺子，这就是让我们去读长度的读数的问题了。那我们知道我们的 paper clip，它的长度是3减0，是等于3个厘米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地方这道题的难度是难在这个 pencil。这个 pencil 呢，它是从10到10，但是它的 starting point 是 2 centimeters，所以说我们要用减法，10减2等于8个厘米，但是最后呢，这道题还是问的是 how much longer，问长了多少，所以说其实还是在求一个 difference，所以我们把 difference 长的减去短的，8 minus 3 is 5，差距就是5个厘米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答案。问题很简单，唯一的陷阱就在这里。这一个起点，两个测量被测量物体的起点不同。